不能放弃，就继续喜欢吧，至少心不会空荡不安。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微信没有消息，游戏也打腻了，时而被文案触动，时而被视频戳心，生活也很迷茫？成年人的世界，除了快乐是假的，钱难赚是真的，心难交也是真的，无助是真的，迷茫是真的，回头一看没有人也是真的。现在才五点多吧。人生的路程就像爬山一样，看起来走了许多的冤枉路，但最终都会到达山顶。做有用的事，说勇敢的话，想美好的事，睡安稳的觉，把时间用在进步上，而不是抱怨上。可以不再骄傲，可以失去耐心，可以丧失理智，但无论如何，都不要丢掉希望。现在不要瞎想，好的事情总会到来，而当它晚来时，也不失为一种惊喜。